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82面，582面。第六行最后一句看起，把正道者，以无漏智相应，正住于理，决定不疑故。八正道最后一条，正定，还是以无漏智慧，其觉知八正道，都是以无漏智为体。没有真实智慧，这就做不到。正住于理，这个理是什么？就是真如理体，诸法实相。通达诸法实相，这叫住。实相无相，实相无不相，说实相无相呢，是从体上讲的，理上说的，说它无不相的，是从它作用上说的。慧能大师所谓的能生万法，能生万法了，是无不相。虽然生万法，万法不是真的，当体皆空啊，了不可得。这叫住实相。决定不疑，是在这个现象当中，决定不起心不动念，这叫不疑。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当然没有分别之处，这叫正定啊。我们在前面读过，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无论他在没去之前是什么样的身份，菩萨也好，声闻也好，缘觉也好，人天也好，甚至于三恶道众生，生到极乐世界，介入正定居，这一句话重要啊！
那么镇定居是什么人？化身菩萨了。不是化身菩萨，到不了这个境界。于是我们这才知道，西方世界无比的殊胜啊，只要能往生，凡身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得到弥陀本愿威神加持。入真定居啊，这就是第二十愿所说的借作阿惟越致菩萨啊。阿惟越致菩萨是化身菩萨，圆正三不退的菩萨。我们虽然没有证得这个境界，对于这一桩事、这个理，多少啊明白了几分。真明白了，它就会起作用。起什么样作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古德常说的，你就看得淡薄了，与一切人事物不再执着了，不再分别了，就是起心动念也大幅度的减缓了。这就是从解悟逐渐去向修正啊。如果对于这桩事情不了解、不明白，烦恼习气不容易放下啊。真明白了，真清楚了，自然他就放下了啊。所以经义很深呐，是不是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从你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里面，你能够表现出来，是不是真明白了？真明白，你一定会做到。这也就是所谓的知难行易，行不难，知太难了。凡是我们做不到，都是知的不透彻啊。那么经教的学习就非常重要啊。古时候的人善根福德深厚，深厚的样子是什么呢？所谓老实、听话、真干啊。他不需要多学经教啊。为什么？他听话，他真干。所以成就的人很多现代特别是所谓知识分子，
难度啊。啊，为什么？他要不搞清楚，不搞明白，他不能接受。啊，他不相信。往往呢，因此这一生呢，遇到了大臣，当面错过，这个太可惜了。啊，所以诸佛菩萨在过去度众生容易，在今天度众生就难了，太难太难了。啊，难的原因是我们把圣教丢得太久了。啊，在中国一般人常讲啊，至少200年了。200年多少代呀？啊，至少是8代。本经所说的先人无知，往上推8代都疏忽了，不识道德，无有愚者，孰无怪也。啊，现在人无知，不相信，不能接受，不能怪他。啊，圣贤教诲，佛菩萨教诲，疏忽了这么多代，怎么可以怪现在人？啊，所以今天我们自己修行，帮助别人，都要真功夫，真智慧，才有善巧方便。帮助人与圣贤教诲，与佛菩萨能生起信心，这头一个条件呢。有了信心之后，再帮助他求戒，啊，求正戒。啊，真正得到正解，修行就自然了，他自然会修。啊，他识货了。啊，这个是现代圣教与佛法弘扬的困难。啊，不能不知道。这下面有个总结，盖为七觉知、八正道等37道品，岁数。小乘法，十通大乘。啊，天台大师、智者大师讲得很好啊。他老人家讲37道品，分配在藏通别院四教。啊，藏教的37道品呢，是小乘；通教
前同小乘，后同大乘，别叫是纯大乘。啊，圆教是究竟圆满了，所谓的是一乘法，从这个地方我们能够体会到37道品的深玄。如制度论云，37品无所不涉，即无量道品啊，亦在其中。这样说起来，这37品，品是品类，37类是释迦牟尼佛，也是诸佛如来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的总纲领、总原则啊，分成七科。第一个四念处，第二个四正勤，第三个四如意足，接触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啊，总共37品，无所不涉。小乘3000为一。大乘84000细心，啊，我们常说的84000法门呐，都不除这37类。啊，就无量道品呢，都在其中。净明月，道品是发声音，发声是本有的。现在迷了，迷得太久了，迷得太深了。啊，虽有它不起作用了。那我们现在要再恢复法身，回归法身，法身呢，那就得要修正了。从哪里修？37品修。37品一开端，是四念处。四念处是智慧，是看破。啊，你不看破，你怎么能放下？四念处说了4桩事情。观身不净，这是看破。我们这个身体不清净的，啊，外面不干净，你能够把它洗干净，实际上也不容易，里面就更肮脏了，五脏六腑。啊，它不是个干净的东西，你要用它，用它修真，所以借家修真。啊，你不比
珍惜它。啊，你珍惜它，你错误了。你要放下。啊，观受是苦啊，受是享受，你享受什么？除了苦之外，苦是真的，乐是假的。啊，所以乐极生悲也，它不是真的。苦到极处，不会生起欢喜。这苦是真的，它不变，乐会变，乐极生悲。所以乐是假的，苦是真的。啊，观心无常，心是念头，念是妄念，前念灭了，后念就生了，一个接一个，永远不断。啊，观法无我，我是主宰，是自在。一切法里面，你细心去观察，都没有主宰，也不自在。所以，四念处是智慧，是放下。啊，智慧是看破。啊，通过四正勤，四如意足是放下。这是佛法修学的基本法了。啊，像现在我们修学佛法，啊，从儒释道的三个根下手。三十七道品前面的三窟是修行的根，啊，看破放下，所以净明说道品是发生因，啊，修学三十七道品可以证发生，发生就是大般涅槃。啊，有《涅槃经》云：“若人能观八正道，即见佛性，明得醍醐。”醍醐是比喻。观。他不用识啊，没有说若人能识八正道啊，识是认识啊，识里面识是妄想，观是止观，是真心，立心一识叫做观。这是大乘了，小乘没有立心意识，大乘立心意识了。啊，心意识是什么？阿赖耶是妄想，第六意识是分别。第七识是执着，不用心意识就是立妄想分别执着啊，这三样东西离开了，妄的离开了，真的就现前了，这
真实智慧就现前了。啊，我们在这边读过七菩提分、八圣道，都是以无漏智慧啊，无漏智慧是立行一时。如果是有妄想分别执着，就叫有漏智慧，就不是无漏了。啊，立行一时叫无漏啊。这样你观八正道，才见佛性。八正道就是佛性啊，这叫得体悟。体悟在此地代表无上正等正觉，故弥陀疏钞曰：“道品是一啊，三十七道品的名词是一样的。”四教都相同，但是观智大小不一样。菩萨的智慧深，观三十七道品就明心见性了；声闻缘觉智慧少。虽然修三十七道品不能见性啊，那凡夫所得到的人天有漏的善法，这就是观智大小吧，故无定也啊。经经所云：一佛所行其觉圣道，盖为彼土菩萨。彼土是指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菩萨以佛的观智。这话怎么说呢？这个佛是阿弥陀佛，用阿弥陀佛的观智行吗？行。为什么？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你就成为阿惟越智菩萨。所以你对三十七道品，这个三十七道品是一乘法，还在大乘之上啊。啊，所以以入道品啊，这个入道品的意思就是明心见性啊。再看底下一句经文：修心无也。念老的注解：佛有无眼，菩萨智求佛德，佛德无量啊，故略具无眼以开其语啊。这个用意就很深了啊。菩萨往生到极乐世界求什么？求明心见性。见性
是离体，啊，离体证得之后，还希望啊，像阿弥陀佛那样的作用，万德万能啊。没有一个菩萨不求啊，万德万能是福德啊，福德确实无量无边，无数无尽的，世尊在此地为我们介绍，略举一种，一开其语啊，举一样来说，这一样呢，就用的无言。啊，如来无言圆明啊，照真大素啊，啊，看此之无言呢，照真大素啊，真是体，就是自性，素是万法啊，没有一样不知道啊。能见真空，真空是自性之体，借如来藏中啊，不空实性啊，这个不空实性呢，是自性的相跟作用啊。华严经讲三个体相用啊，一二三，三个一啊，故意照真呐、啊。这一句话很难懂，我们在学习当中常常。用电视啊，这些年来我们用网络用电视，与各地同学在一起分享啊，电视有屏幕，网络也有屏幕，我们把屏幕啊比喻作真空实体啊，把相跟作用呢比喻作屏幕当中的画面啊，画面是相，从画面上，从音声上，我们听到佛法，我们看到字幕，我们渐渐也能够明白这些道理，果然能够放下烦恼习气，肯定也能其如境界，我们得的利益就大了啊！屏幕是真的，它是空的，真空啊！屏幕的现象是有假有，你看空有不二啊，空有一如啊，就在这个画面上看到了啊，这是在课堂里教室里面学到了，学会之后啊要会用，这个用呢就是修行，
用在哪里呢？用在日常生活，我们现实的生活，有没有题？有题，但是这个题我们不知道，像晓得啊，像跟作用啊非常明显，题不知道。为什么不像电视屏幕？它有个屏幕摆在那里，我们很容易看到啊。那么现前这个实体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到了。前面跟诸位讲过很多啊，这个实体就是自性。自性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为什么呢？所有一切相都从他这里现出来的，没有性哪来的相呢？像我看电视，没有屏幕哪来的色相？啊，色相决定离不开屏幕。遍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离不开自体啊！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心外无法，法外无心，佛讲的这个心就是自心啊，真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真心是一个现象，无量无边呐、啊。所以说，能大师讲，能生万法。西方极乐世界是自性现的，华藏世界也是自性现的，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也离不开自性。自性是一了，能现无量无边法界，这就是他的德用。啊，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他能见真空，这真空体啊，我们见不到啊。我们为什么见不到？不但我们见不到，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不少挺聪明的科学家，他也见不到。世尊在经上说得好啊，凡夫设法界都叫凡夫，六道称内凡，四圣法界称外凡，就是六道以外的凡夫。为什么不称圣人？大乘教里面凡圣的标准，是指的你用真心就是圣人，你用妄心就是凡夫啊。那么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还是用妄心，所以他是凡夫，他不是圣人啊。谁是圣人呢？生到十报庄严土那个人叫圣人。为什么？他用真心，他不用妄想啊，也就是禅宗里面所说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真的成佛了，他不再是法界了啊，他升到十八土去了啊。这些人统统见
真空啊，设法界里面的人见不到为什么见不到佛说得很清楚因为凡夫没有离开心意识妄心呐、啊！啊，是什么呢？是起心动念。啊，一是执着，十是分别。所以，凡夫因为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你就见不到真空。佛说的好啊，如果你哪一天把分别执着、起心动念统统放下了，你就见到了。啊，就好像我们现在看电视，看到屏幕了，也看到屏幕里头的现象，一点都不迷。见空见有，见真空画面呢、啊？这个屏幕、啊、真空啊，一尘不染呢、啊。又看到里面现的现象叫妙有，妙有妙有非有啊，真空不空啊，你才把事实真相看清楚、看明白了。啊，他们能见到真空，见到自性体，又能见到如来藏中不空的实性。啊，这就是自性里头的现象作用。啊，体相用啊，你都看到了，故云照真。啊，佛能。见无数世界之事，十方法界，于彼中众生根性，一真庄严，即实此生彼之事。这一句话特别讲六道里面的思想，哎，你都去看到了。这叫大俗啊！换一句话说，对于自性的离体现象作用啊，你全都看到了。一照真故，自觉行远呐，大于究竟，这是自度。这是自力啊！你自觉修行圆满了啊，达于究竟究竟是。无时无明断尽了，妙觉为了啊！自觉行缘没有究竟，那是十报图里面四十一位化身大师。他们都可以说自觉行远，但是没有到究竟。啊，如果到究竟这一句呢，那就是妙觉果佛了，在等觉菩萨之上，也是究竟圆满的
无上正等正觉。这是证得究竟的佛果啊。一大疏故，随即摄教啊，度生无量。他有能力帮助众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教化众生破迷开悟。啊，为什么呢？他大疏，对于也就是对于十法界里面的事情，对于六道里面的事情啊，他太清楚了，一点都不迷惑。对于设法界里头种种不同的根性啊，他自自然然的随机摄教，啊，无需要通过心意识，这叫不可思议。不但我们六道众生无法想象，就是四圣法界的佛菩萨，也不可思议啊！啊，不是一个境界。下面这一句把净土赞叹到极处了，今此净土一法，就是念佛求生净土这个方法，这个法门照真大疏之极致啊。极致就是圆满了，照真圆满了，大俗圆满了，再没有能超过这个法门呢。啊，照真显真谛，事实真相。大俗名俗地，设法界一真庄严，包括六道轮回。啊，这里面的事情没有一桩你不知道，你不需要学习，不需要去思考，你一接触全明白了。啊，所以你有能力帮助十法界里头一切苦难众生，十法界都苦，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都苦，他苦在哪里？苦在没见性呢。他求明心见性。双举是中地啊，贤真地、明俗地，这就叫中地。三地圆融不可思议啊！三地是天台家所立的，有照真。故如是，大俗呢？故广度，故万类其收啊，究竟
度脱啊，究竟度脱才叫大圆满教。啊，那么净宗实实在在是属于大圆满教啊，我们这一生能够遇到，不容易。百千万劫难遭遇，这是事实。彭吉清居士所说，无量劫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这个话也不假了。啊，我们冷静去思维，在现前这个世界，地球上将近70亿人口，极多人闻到佛法，闻到佛法这些人里面，啊，闻佛法的大概1/10了，70亿人呢，大概知道有佛法的7亿人。1/10，这7亿人当中，有多少人遇到大乘？真的不多。可能也是1/10，1/10是1亿。这1亿里面，真正对大乘能够理解的，哎呦，太少了。恐怕1/1都找不到。啊，1/1000，1/1000。真正对大乘通达明了的不多，啊，中国可以说是纯大乘教，啊，300年前的学大乘通达明了的人。最近我们这一代啊，通达大乘的人太少了，啊，我们在一生当中学佛70年了，啊，60年了，听说的，啊，亲眼见到的。100个都找不到，佛法衰了。从这个地方，你就很明显的看到了，佛法衰了。啊，为什么没有呢？没有人去学了，学的人少，认真去修的人就更少了。啊，只有这一门净土法门，
念佛求生净土，还常常看到有真正往生的。学其他大乘的越来越少了，这是事实，摆在我们面前了。净宗修学的人不是说他通达大乘，真正往生的人呢，老实人，真的是老实听话真干。大乘知不知道？不知道啊，但是劝他念佛他真信，他真念，他对西方极乐世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他真想去。结果他念上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真往生了。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成就，跟在这个世间通达大乘的还要超过。那是真的。你要问为什么？阿弥陀佛本愿为身加持他，他样样都通了，他什么障碍都没有了。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近得度啊！所以这个法门叫易行道。只要你真正肯相信，你不怀疑，懂不懂都没有关系。你一句一句佛号念到底，万缘放下，决定得生。所以这个法门能度末法往后九千年的众生，因为它太方便了，太容易了，太简单了，什么人都能修。你要问理，理太深了，太高了。一般大菩萨都没有办法究竟明了。究竟明了，经上佛说的好，为佛与佛方能究竟。真正成佛的人他知道，菩萨不知道。这法门殊胜呢，应该晓得，应该要抓紧这个机缘，在一生当中决定得生。无量寿经学这个本子够了，不必再找麻烦了。一门深入，一生呢专学这部经典，专弘这部经典就行了。下面无言分开来介绍。第一个是肉眼，即人间肉身之眼，能见现前色相，故曰见色。见色是分别了，是选择了。
啊，这个是肉眼。啊，肉眼有能力啊选择，有能力分别，啊，只看到眼前的色相。如果是单单只有肉眼，不再加上其他的，很可能我们的选择错误了。在现前这个社会，这样的人太多，叫大有人在啊，看错了，选错了。那肉眼还加什么呢？要加智慧，有真智慧呀，你就不会选错啊。没有智慧，往往选错了。亲近善知识啊，对我们修学啊有很大的帮助。第二呢，天眼为天趣之眼，这个天趣就是天道啊，六道里面的天道啊，他们的眼啊，天有28层。也是随着他们修行的功夫智慧福德不一样啊，所以他六根能力有大小的差别。大智度论语，天眼所见，自地即下地。自地是自己所住的这个界。底下比如说，如色界天，以色界为自地。色界天有18层。每一层啊，譬如四禅，初禅天，初禅天就有3层，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以大梵天为例子啊，大梵天这一层是他的自分。是他的自地。以及下面的他都知道，往上去他不知道。上面比他高。他知道自己这一层，往下他都知道。这个底下讲即下地，低于色界自地之界，跌入欲界。六道中众生诸物啊，若近若远，若粗若细，诸色莫不能照。他完全照见。大智度论上所说的不是假的。我们如果真正相信，真正明了，我们的顶上是四王天，四王天再上去，桃李天，
中国人称玉皇大帝，玉皇大帝是在套里天，再上去夜摩天，再上去斗率天，弥勒菩萨修行人道场，再上去化罗天，再上去是欲界到了顶了，他化自在天，再上去就是初禅，梵中天，梵浮天，大梵天，佛告诉我们这个真正用意何在啊？告诉我们呢，为天敬圣呢，这些神圣呢，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他全都照见。我们能瞒谁呀？做事情再秘密，心里起个念头，没有人知道，天地鬼神全知道了。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佛菩萨告诉我们事实真相，人一定要知道自爱啊。所以现在人最可怜的不知道自爱。自爱，爱自己什么？爱自己的心得。我们老祖宗所说的，人之初性本善，我要爱我的本善。伦理道德都是性的，都是自己本有的，本有的不爱你爱谁？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本有的，我们能自爱呀，诸天天神呢，没有不尊敬你。没有不保佑你的，他绝对不会伤害你。为什么？你是好人，你是懂得自爱的人，懂得自爱的人就是好人。我们再往下面看，有静隐疏悦，一切禅定名为天住，一天得也，故名天也，能见众生十次生彼。这个十次生彼就是讲的六道轮回。他们看得很清楚啊。静隐疏里面讲是修禅定的，这个天眼是修来的。所以底下有解释。诸天升到天上，那个天是报得的，你升到天上自然就有。修禅，真正的禅定的，实在讲，欲界上面的四层天。不是单单修福啊。上品十善这三天呢，只有上品十善，
没有禅定功夫，最高的只能升到忉利天，那就是四王天忉利天，再上不了了。再上去呢，都是修禅定的，禅定没有修成功。譬如禅定初禅修到100分，你就到初禅天去了。那如果你只有90分怎么办呢？初禅天去不了，在欲界的第6天，桃花自在天。要80分呢，80分就在第5层，那第5天桃花天，啊，那这70分呢？70分在斗率天，啊，逐息往下降啊。这个叫什么？未到定，修定呢没修成功，有一点禅定，啊，这个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啊，是这么回事情。所以从业魔往上去都有一点定功。啊，没有定功啊他去不了的。啊，所以一天得眼啊，这叫天眼。天眼是具以上两义。又天眼有二种，一者从报德，一者从修德，这两种意思都说出来了。《大智度论》里面所说的是报德，升到天上就有，啊，《净严疏》里面讲的呢，这个是净严是小慧远啊，隋朝的慧远法师，啊，《无量寿经》的注解叫净严疏，啊，他讲的是修德，啊，净严疏云是指修德者，生于色界诸天的，自然生得之净严，是为报德。为从果报而得，不来修成也。譬如我们到人道来了，投胎到人道，那么你得的这个人眼是报得的，不是修得的。啊，又通达者，如《智度论》曰，肉眼见近呢，不见远，太远了看不见了。啊，近距离的看得清楚，见前不见后。啊，我们眼睛看得前，看不到后面。见外呀，不见内。啊，外面看得清楚，眼睛不能看自己。见昼不见夜。啊，他还要需要光跟做。做圆啊，没有光看不到，黑暗里看不到啊，见上不见下啊，那么这个都是有障碍呀。啊，以此爱故求天眼，所以肉眼有障碍，那怎么样呢？你求天眼呢？求天眼可以修啊。如果你得到天眼了，远近没障碍了，前后没障碍了，内外也没障碍了，乃至于上下通通没障碍，故曰通达。
啊，这是说天眼通达了，又绘图天眼所见，不出三千大千。啊，这讲我们六道，我们六道是绘图，六道里面的二十八层天，他们的天眼最大的能力，最大的见到三千大千世界，就是娑婆世界啊，其他诸佛世界就看不见了。它有局限，彼土菩萨天眼，彼土讲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菩萨的天眼，十方恒沙世界，他都能看见了。啊，以及其中众生生死，十方诸佛刹土，大多数都有六道轮回，啊，也有没有的。华严经、华藏世界品、世界成就品里面说得很详细啊，啊，这两篇经文呢，用现在的科学讲话，那是太空物理呀，啊，说明太虚空的真相，佛言所见。第三种呢，法眼，妄希曰：缘俗地智，能照法故，名为法眼。警心曰：法眼皆以智为体，能见众生呢欲信心。即诸佛法，故曰法眼。啊，前注是丁福宝居士的。啊，他说：“分明观达缘生差别之法，谓之法眼。谓以曰：法眼观察究竟。”主道啊，这是祖师大德跟经典里面所说的。经经云：法眼清净，其意应如三藏法述里面所说的。法眼者，菩萨为度众生，以清净法眼遍观一切诸法，能知能显，为因行是法，得正是道，一知一切众生种种方便门，令修令正也。由上可见，菩萨于一切法能知能显，能知种种所行之法与所证之道，或知种种方便门，以普度众生者，名清净法眼。老居士引用了这么一大堆，啊，把法眼呢讲清楚、讲明白了。缘俗地智，俗地
是对真谛说的。啊，前面讲啊，照真大俗。啊，俗谛是对于六道众生，对于十法界的众生。他都能够通达明了，这是智慧，不是知识。啊，知识做不到啊，一定要智慧。智慧为什么？称之为地。我们要晓得大乘教里面不但六道是俗，四圣法界也是俗，明白这桩事实真相，这问题就解决了。啊，那就晓得俗谛智里头从哪来的？从不分别不执着来的。你看阿罗汉，我们在前面八正道里面正见正思维你就知道了，正见正思维世俗人没有啊，谁有？须陀洹得真见，阿罗汉得真思维，阿罗汉没有出十法界，只出六道，没出这十法界。那么须陀洹乃至于阿那含三苦还没出六道轮回啊，三国圣人住四禅无不还天，他的智慧是俗谛智，他没有真谛智，真谛智现前他就超越十法界了，他到十八图去了。所以这个俗谛真的有智智慧啊，我们讲小智慧不是大智慧啊，烦恼放下一部分没有完全放下啊，见思烦恼放下了阿罗汉，见思烦恼的习气断掉了是辟支佛啊，尘沙烦恼断掉了，是菩萨了，也没有出十法界，都是俗谛智，乃至于十法界里面的佛。见思尘沙不但都断掉了，连习气都断了，只有无明没破啊，就是起心动念没放下，他还是俗谛智。如果把起心动念放下了，他就证得了真谛了啊，真俗圆融，他成佛了啊，法身大士啊，他是圣人，他不是凡夫了。
大乘凡圣从这个地方分的，啊，他不住在十法界了，他住在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一般修学大乘的，不是修净土的，不求往生的，多半生到华藏世界。啊，华藏世界毗卢遮那的十宝庄严土。如果是念佛人呢，他一定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弥陀的十宝庄严土。啊，所以俗谛有智啊，啊，这智慧啊，能照法库啊。那这个他对于佛的经教能通达，能了解，不能够透彻的了解，他也能够了解一部分呐、啊。这是过去李老师跟我说过，上上根人听经学教啊。听讲经学经教，从教理上下功夫，这上上根人啊，一部经你从教理上理通了，是一切经全通啊。那是什么人呢？慧能大师为我们实现过，他是教理通，所以一切经全通。这如其不然呢？我们不是上上根人呢，不得已而求其次啊，我们求通教义。通教义就是俗谛智，不能全通，通一部分。啊，我学净宗，净宗的典籍，我这一部经通了，净宗典籍全通了。啊，其他的还不行，像华严、法华、般若还不行，我自己这一宗我通了。这都叫善学慧学。如果学习经教只记老师怎么讲的，把它牢牢的记住，这个不行了、啊、这学一步你就会一步啊，再换一个本子你就不会了啊。那这样学法就学得太苦了，学得太笨了啊，叫笨拙。那我早年学经教，老师给我讲这个道理啊，主要的时候呢，就是教我要听讲啊，听老师讲的义理，不要听他的言语。为什么呢？道理懂得了，你自己会讲了，何必要学人言语呢？这个对的，所以不准我学笔记啊、你要多听，一定把道理听懂，自己就会了，你讲的就活泼了。如果复讲别人的，完全照人家怎么讲话你也怎么讲话，显得非常笨拙啊。上台去讲没讲错，但是听众听不出味道出来啊，容易疲倦，提不起精神。啊，不过真正能够学到义理，还是要具备条件。这是我们一般所讲的悟性。
没有悟性的人没办法，这学教就很困难啊。在从前念书，即使是世间法，老师都着重学生的悟性，啊，抗战期间，我们念初中啊，念初中一年级、二年级，啊，我们听到老师在一起谈话的时候，谈到学生呢，就说某一个学生有悟性。啊，某个学生悟性很差，啊，所以考试题目不多，通常考试都是四道题，一道题25分，啊，都是用智慧来解答，啊，在这个里面可以看到学生的悟性。啊，有的老师考试的时候只出2道题，一道题50分，啊，完全看你的悟性啊！啊，我们还遇到老师，数学老师，啊，出什么题啊？问答题，这不是计算，是问答题，啊，全部是考学生的悟性的。我跟现在的考试不一样啊，现在考试是什么？这个是非题是什么填充题的时候，那个不行了，那没有悟性了，啊，那是靠记忆力，啊，所以要悟性，也要有记忆。啊，这个学生能学的成功。啊，所以这是说，啊，解释啊，这个熟地，啊，熟地指，行心思也是这个意思，发言皆以由智为题，啊，它还是智慧，熟地智慧，智慧一定从放下得来的，啊，不是学得来的，从清净心得来的，啊，能见众生愈是愈望。性是性情，啊，心是念头，这是观机也。下面呢，即住佛法，他对佛法有认知，所以能够观机施教。这叫发言，事出事法里头，为人师者，这个条件必须要有啊！啊，具足这个条件。个人根性不相同，所以发言也有程度上不一样。有这个条件可以修，
就是可以学习啊，真正能够持戒修定，能够研究大乘，发言的能力就会增长啊，就能够慢慢扩大啊，这是属于德行里面的一种。啊，前诸的定福报是说的分明观达，他得用观通达缘生差别之法，所有一切法都是因缘生法啊，因缘所生法就不是真的。为什么？他没有自体。缘聚的时候，这个法现前；缘散的时候，这法就不存在。啊，我们人生是缘生法了。四大五蕴呢，聚的时候形状在呀，散了的时候，这形状就不在了，这不是真的啊。那么到极乐世界，你所得的那个身体，那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它不是五蕴的色法，它是法现身，所以它的身体没有变化。他居住的是法性土啊，山河大地也永远不会有变化啊，不像我们这个世界，人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一灭，山河大地乃至于地球都有沉住坏空啊，所以说万法无常啊，只有自信真常啊，真的我们要爱惜它，忘的不要去理会它，随便，有很好，没有也很好，就对了啊，真的要抓住修养自己的德行，修养自己的智慧，是吧？这带得去的啊！所造的一切善恶都应当放下啊，你才很容易往生。离开这个世界，没有一丝毫的牵挂了。位移，这是这个《无量寿经》呢，康僧铠的本子，啊，翻译的本子。发言观察，就近主道啊！啊，这是菩萨的发言，不是声闻缘觉，不是凡夫。啊，菩萨发言，他才能就近主道。精进云，发言清净，啊，这个意思要应该像三藏法书里面所说的啊，发言者菩萨为度众生，以清净发言遍观一切诸法，能知能行。菩萨啊，最低的菩萨
也要有清净心。那么什么人得清净心？我们知道阿罗汉得清净心。为什么？见思烦恼断了。也是我们在前面八正道里面所讲的。正见得到了。正思维得到了。为什么得到正见？五种见惑断了，五种思惑断了，就见思烦恼都断了，证阿罗汉果，得清净心啊！我们这个经题上啊，清净他得到了啊，菩萨得到清净心，他是什么样的阶位？华严经上告诉我们，摄性菩萨他是第七性啊，初性菩萨跟小乘须陀洹断烦恼是平等的，见惑断了啊。七性位的菩萨跟阿罗汉是平等的，思惑断了，但是智慧也比阿罗汉高多了啊，阿罗汉比不上，断烦恼是相同的，相等的。这我们一看就很清楚。六性位的菩萨都没有离开六道轮回，七性离开了。这些人从初性位都有所得智。都有这个智慧，也就是说，清净心，一级比一级清净，到阿罗汉这清净圆满了，再往上去是平等心现前了，所以他以净法也，遍观诸法，能知。更可贵的，他能行呢。我们现在经教学多了，能知不能行啊？这没放下了啊！菩萨能知能行，真的把见思烦恼放下了。因行是法，得真是道啊！不是说知是法你能证道啊，知是法不能证道，行是法才能证道。所以清凉大师判华严经四分呢，信、解、行、证。我们能信能解，如果不能行，后头正果就没分。最重要的是行，真放下，真的把它断掉，这才能正果。一知一切众生种种方便门，令修令证，这一句是讲教化众生。你看，教化众生自己先证得了，才能教人。是出是法，没有例外的。
老师教学生，释迦牟尼佛教学成功，孔子教学也成功了。他靠什么？为什么他教学那么成功？啊，别人都不如他。其实并没有秘诀，是因为他们做到了，然后再教，所以他成功。我们做不到，所以怎么学也没学好，怎么教也没看到效果，原因就在此地。啊，懂得这个道理，我们才晓得行比说重要多了。行是身教啊，说是言教啊。有言教没有身教啊，人家不相信你。啊，所谓的是能说不能行啊，不是真智慧。那么翻过来，能行的不能说，这个人还是真智慧。能行肯定能说，能说未必能行。啊，我们过去在汤池做实验，教《弟子规》，我们召集一批老师。37个人啊，第一天我跟他们大家见面，勉励他们啊，就举出这个例子，孔子教学成功，释迦教学成功，原因就是能行，所说的全都做到，没有做到的不说啊，所以我勉励这些老师们啊，当时我给他4个月的时间，希望4个月能够把《弟子规》上《弟子规》总共113桩事统统要做到，你才能教得好啊。如果自己没有做到，那我们这个教育会失败，这个教育的失败影响很大，所以希望大家把它当作一桩功德来做。啊，做成功了，让全世界人都认识，传统的方法管用，让他能建立信心，这个功德多大。那如果做失败了，他们永远不会再相信，古老东西过时了，没用了，不要去学它了，应当要淘汰掉了。你看啊，传统文化存亡，
在此一举。这些老师们了不起啊，个个都是菩萨了。他们明白了，他们觉悟了，认真去干。那进度超过我的预料，我给他四个月，他们两个月就做到了。那我没想到的一桩事情，我真不是人干出来的，祖宗之德了，三宝加持，有这么好的效果。啊，虽然中兴关闭三年了，影响没有到全世界，也到东南亚了，亚洲到处都受影响。现在念日本，也希望真正看到汤池的面目，他们想学，他们也想干。所以能不能把正法真正落实，常住世间？传统的圣贤教学能不能再恢复起来？靠老师，靠真正觉悟的老师。有真正觉悟的老师决定成功。这个成败关系太大。如果是失败，不如不做。为什么？人家个问号打在那里。做失败了，别人一个观念，错误观念，传统东西是落伍的，是做不到的。那是毫无意义，毫无价值，应当完全抛弃，这就麻烦大了。这传统的根从这就断掉了。所以做这桩事情是好事，要非常小心，小心谨慎，从我自己做起。我们自己不做示范，老师们没有榜样。那换句话说，成功失败在一个人，这领导人关系太大了。自己亲身去干呢，有意义。要充满了信心，认真努力。然后才能够令一切众生令修令证。由上可见菩萨于一切法能知能行，能知种种所行之法与所证之道。佛知种种方便法门呢，这才能普度众生。这叫清净法眼。我们今天就学到此地。